寒冷天氣警告仍然生效，天文台說本港氣溫徘徊在11度左右，今天仍然寒冷有雨。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兩三天早上的時候天氣仍然都是比較冷，明天下午開始天色就會好轉，去到這個星期後期更加會見回多些陽光，氣溫亦都會逐漸回升的。天文台說本港今早普遍錄得超過5毫米的雨量，氣温徘徊在11度左右，密雲有雨，稍後雨勢較為頻密。